害怕独自沦陷，走每一点让我感觉你的眼，你的视线就在身边陪伴我满意挂牵等等。越来越深的了解水流年不变的誓言，慢慢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长江手果园，24号是您和张先生的定情之日。春暖花开，又到了果树收获的季节，不知您是否从花间月下走向了油盐酱醋，是否感慨浪漫只属于过去的回忆。希望您和张先生如牛郎织女，岁岁年年期待鹊桥相会。小我居然睡着了，那一定是因为您开车技术太好了，开得太稳了。我跟你说，您这个车的座椅都跟别的车不一样哦，这个调也特舒服，这个毛毛是。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，骚扰电话而已。好，我到家了，小楼总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辛苦了。小楼总，拜拜。您还有事儿吗？不说算了。喂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吗？不能。果园那边也联系我了。文恩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你就当是我们给那段时光最后一个机会，也给你最后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去给它挂起来。好。谢谢你今天陪我过来啊。说什么傻话呢，你看看咱们写的什么，一辈子都要在一起。哎呀，一辈子那么久呢，再说我们现在还没毕业呢，毕业之后肯定还有什么变数。我可不是随便说说，我认真的，变化再多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变。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先领的面试，现在吗？好的好的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，我一个小时之内能到。喂，先领的 HR 找我了，他们原定的面试者放弃了，按前一轮的面试成绩排，我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太好了！真的呀？那你快去吧，那可是大公司呢。好。可惜了，难得陪你一天。哎，没事儿，这毕业了找工作最重要，而且要有工作经验啊。等明年我毕业了，你也可以教我呀。好。那我先走了啊，等我结束联系你。啊。
当年我不联系你，不是想跟你分手，是我想处理好那边的事情再来找你，我怕你被卷进来受到伤害。其实，我每年都会去看看那棵树，那棵树长得很好，我还在树下埋了一份礼物，希望有一天你能拿到，我们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我还记得，你那天特意做了一个便当给我在路上吃。这次，我也给你做了一个。仙林 CEO， 就是有500多员工的仙林，他现在是钻石王老五了吧？他和之前那个 P 女的结婚了吗？跟你有啥关系？跟我有啥关系？有500人的公司又怎么了？我们班二不也挺好的吗？嗯。他就是想在你面前显摆一下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你这次可得擦亮眼睛，他肯定没安好心，他99%想旧情复燃，别到时候他在你面前深情款款的看着你就心软犯傻。我说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这可是原则性问题，绝不原谅。而且前任就像什么？前任就像。就像过期了的可乐一样，当初喝的时候没觉得，现在再喝就这碳酸没了之后，发现这甜的过分，而且呢又难喝又长胖。我当初就是瞎了眼了，我。对，彼此彼此，咱们就是瞎子姐妹花，你瞎我也瞎。来，祝天下渣男原地爆炸。嗯，来了，婶婶，快快快，快进来！啊，我来送早餐的。送早餐？啊，不是，你是不是找嗨妹啊？我去叫他，他在睡觉。哎，不用叫，不用叫。啊。哎呦，你这脖子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老毛病了，一出门人一多就这样。哦，那。你和嗨妹，我这两天也好好想了想，心里还是放不下她，所以就想给自己争取个机会，做一做以前没为她做过的事情，让她看到我的诚意嘛。对。哎，但我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哎，她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？要不我买给她？你俩。这物质解决不了吧？你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你要想想你俩因为什么事儿分手。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的，这叫什么？没皮没脸天下无敌。谢谢恩恩。哎呀，这有啥可谢的呀？你俩都做好朋友，这手心手背都是，我当然希望你俩幸福。那早餐一会儿你放心，我一定转达到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那我不送你了啊。啊，不用送了。